在西天彼此一流的人。大家好，在下是剑心，今天要试玩 PC 版的游戏《龙战士三》。那之前就因为被这个新生的勇气，我终于打败了这个基鲁人。那现在为什么要回到飞翼城呢？啊，之前因为上次宕机情况爆了记录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师承需要15把的武器，然后才能做他的武力。那我现在看一下自己的道具，武器有1、2、3、4、5、6种武器。大家记得要看看有没有买到相同的装备，不然就白搭了。因为它是要不同的武器，15种。所以这里飞翼城只能买到两种武器。啊，还有想起来就是这里有个地方问号，可以发现到你意想不到的地方。这个人，问他，迪兰达尔，我七人猪达尔雷。好啊，看看你乱七八糟能做到什么。所以当他弟子，这个对吧？武者小头从此刻起就是迪兰达尔的弟子了。话说他会有技能，我是不太清楚。这里就可以拜一个师承，然后这里是神秘装置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就继续前往东之大陆的旅程喽。话说要堆到15把武器还真有点困难，因为是要不同武器啊。又回到这个村子了，该有买到不同的剑吧。中式短刀，这里村子就只有一把而已。好，完成一个成就了。现在还有哪个地方没去呢？啊，对，就是决斗场那里。这应该叫斗毒吧？之前在马人兄弟的困旧的地方，后来解脱了。好，打拍卖，药草到时候再说吧。哦，对，雷欧短剑。刘定主，我刘定的。水果那个牛丁哦，OK，
他这里只有两把新的不同的武器可以买到。目前是有11把，还差4把武器就可以买到，就可以完成这个成就了吧。总之试试看，因为我很久没玩了。那时候玩的时期是 PS， 日文版，对，日文版。好，刚把门关开，现在要买武器了。卖武器之前，先卖掉一些道具。这个可以卖掉不少好东西。这老头是卖道具，这才是卖武器。音乐刀，钉爪一，是11种，差4把。要看状态，就是绑我的埋伏。音乐刀，青龙音乐刀，音乐刀。先买钉爪，哇，剩下77块，哪里？我这里差两把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武器。先不要管这个，想到有一个剧情的时候再说吧。记录了。现在前往贝特先生那里去。哇，好，记录了，你认输了吧？老子具备这个武器，果然是难缠，辛苦了各位。这些吗？哈哈，一点点点。所以说换我们去灯塔那里。什么王国？工会增长。哦，有了这个就可以进去了。的确，不小心去尝试啊。哦，这个好装备也酷毙了！一片安静，真的很不习惯。不过在 Win7 系统也是只能这样子玩咯。
回味一下冷战时赛，再去狮城任务，就是去查屋的上面，再问问看可不可以做到地址。希望是可以，这个人。哎呀，果然不行。要成为我的小弟的话，最多学生最少至少要携带15种武器，所以我就查那两把。没关系，继续东芝大陆前往，一定会有新的武器可以拿到。有时候在关卡里面也会搜寻到特殊武器，也说不定了。请稍等一下，那我有工会镇长，你能让我进去吧？哼，我不怕，打怪可以领赏金呢。在这之前先记录一下，随时都要记录，以免发生意外的时候，还是可以避免掉血。师兄名单，这个人先行晃来晃去，非这个师承是技能应该没什么好的吧。小晃晃，风中，既然打不中他，就很麻烦。对我们擅长。今小桃大炮攻击击中了，现在没钱买药草，只能靠特人去争取恢复体力了。这时候就要用这个小桃的大炮攻击炸一个桶子了。这招就打败他。啊，催眠，千万不要睡觉哦。哇，两个人都睡了。在催眠的状态被魔法攻击是不会醒，除非是物理性攻击。
老灰。风咒是轮回型，轮回型的招式，扣除量大。哦，有龙学到全体恢复了，不是全体相逢。笔记本，龙鹰石，剧烈特长强化。因为以前看不懂日文，不知道在显示什么，就随便乱按这样子。继续在这个地方搜寻道具。哎呦，知道了。金币，可恶，给我金币干什么？有风种，对不起。现在，凡是只要会飞的东西，就会怕风系的招式。性质不详，敢打我小公主不想活了。阵型先变换一下，最常用的是这个防御阵型。不用炸一个通知就可以炸出十块钱金币，太棒了！哦啊，老娘用这个红咒跟你拼了！哎呀，睡着了。有时玩笑，有东西果然是强力技啊。小恢复。一击必杀，水当当，太棒，学到狂风。继续睡觉了，灯塔修理好就可以闯回来了。哦，难怪。哎，这个怎么都整天都在睡觉，幸福的睡着，真是一件好事。现在哈尼不在这里，因为他上次在飞一城事件，为了保护公主，然后又把矿矿的人员都用光光了。真是一名小勇者。曾经记得以前在这里卡关，每一个游戏途中就会一点卡关。我个人是比较热爱这个 RPG 的游戏，尤其是练练功的游戏。像这个《龙战士三》或《四》系列游戏，《太空战士》也有。
你尝尝我新的招式吧。不强，公主果然不是盖的。哦，这里有隐藏的宝箱哎，幻金之针，从来没看过。看来是要装给比较重视防御的人。怎么了？这是一套。哇！非同小可。吸血还好没吸到，哈哈，吸不到。哎呦，吸到。这一次觉得不能让你活下来。就是转视角，你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哦，例如隐藏的小道具。因为每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会转一下视角。全体攻击，公主 KO。 欸，这个灯塔的工作，关于矿工预备用矿工置于灯台之外，关于锅炉下方的锅炉放矿工，锅炉就会开始运转的。关于甲板，等压力稳定之后再开启它。就是这个东西曾经卡矿过，矿工用完就从拉帕拉的商店就能采购到了。所以失败很麻烦，就是你要先赚钱，要保魂者，封咒，瞬间衰落。哇，它会让你的 AP 减少。哎呀，两个人都是老鼠头，哎，别小看我，用空气单打老鼠，全体攻击，先从哪个地方开始做起？从这边。欸，这边有个开关呢。讨厌的神经衰弱，对这个地方不如意，失去战。哦，他不怕。还要空袭这刀，那个吸收我的 AP。 开启甲本，
后再这样下去 ，AP 就快要用光光。嗯，算，先赶紧完成这个地方，就这里。这里食物可以放进矿工，要放进矿工。所以矿工就是那个活混蛋。那我的东西少了一个。前进后压力的曲线转变成稳定的曲线。哦。所以这个要一次成功吗？忘记失败了，那呢？这个玩意儿怎么玩啊？等等，我好像看到这里有个东西，对对对，就是活魂蛋，因为这里刚好有三个活魂蛋呢。啊，这关卡算是佛性来的，实际位置有三次。这一次一定要过，过儿，我要过儿。再试看他的说明方式。行，静候压力图形转变成稳定的曲线。再次压力在一步中将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压下。所以说，稳定的曲线。到最高点，并且操纵杆压下，就可以使用。
哇，又失败，怎么会就是在这里卡关过？讨厌，新点图。下来呀、啊！然后在他施出重复的招式，哇，三只都在催眠，是想要让我睡觉。糟糕，现在是他们的回合。快死了耶！小桃，你要活着啊！啊，死了！那你又死了！我你得。兴奋药恢复，可恶嘞！啊，死了，队伍全面完蛋。是啊 ，Game Over。遇到这种对手，最基础就是催眠，再加上魔法性的攻击，可恶啊！再为记录吧。现在我只要前往这灯塔就可以。哎，我在干嘛？绕路。这一次本大要胜利。接着吸血瓶，吸到血一半就跑跑。果然没错，果然是小偷蝙蝠，吸你血，然后进来招。金子跟蚊子差不多嘛。小布雷发火，火也发火。这下我要重新拿这些人里面的道具。哎，有人拿过哎。人是那次我有记录。看一下装备就知道有没有得过。没有，有一个东西没有拿到。幻金之盾。
一直攻击小主力，密室你。哇，这一招本来是要施出魔法，就被空气打断。原来它是可以让对手要是想要施出招式时候中断。原来是这么好用的。先保持满血的状态。其实告诉各位一个好方法，就是先得到晃晃之后，再回去记录，然后你失败的时候再丢档，就不用花钱去买那个火药弹。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，不断的尝试，就会试成功。是最神前最神师，比较浪费时间，所以一次性用。哇，怪物是增强自己属性。你小看我了，可是施出魔法的。对，有一个吃过的讲话，我都忘记找那个隐藏道具，就是你这个小猫猫催眠。加载，血给你重创攻击，残忍你！哈哈，啦啦啦，就是这里。诶，有啊。哦，原来是我没有装备。瞎了一眼，可恶，绝对不能饶了他。好狂妄，比你武器还要厉害。成功，一定要啊！拜托神，好友。蝙蝠的速度永远就是这么快，吸够了没？好的厉害！但施出越强大的魔法，耗费 AP 就越大，你的责任越强，代表就是你的能力越强喽。
孔冰石城，冰死你！商鞅斗剧之后再来就是和血雨记录，最神识的方法了。这个小晃晃怎么爱催眠？我再有两个固定性。暴雨林，哇！现在妮娜 AP 呈现皇室状态，小桃终于清醒了，啊，使出最后招式，小桃使出这种队伍。HP 状态，在，是这个，好，小桃这次绝对不要再死了，好在啊，你一定要活过来。啊！现在差点就死了，小公主。对对，这里。好。这下就足够。光是防御也是没效，哼，还好看而已。有一定几率成功就可以使一击必杀。太棒了！好，先回去存档。一个晃晃要花，而且也要打扰，就能赚到金钱。好，走。走走走走走，有新的宝箱，特级墨水。有四个宝箱。有些怪物特殊招式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宝箱，学到。哇，你打。
电梯已经被吸引光了。一个是吸血，一个是吸电梯。这一人一动可怜。要回去确实很麻烦，我总比那个炮400毫升是好太多。遇到这种情形硬撞。当你 AP 快没的时候，就用30 UG 逃逃为支撑。不需跟你们耗时间了，走吧，冲啊！只有一个就 OK 了。这是要融 AP 最多。可恶！太好！全体队伍清醒。下来，敢打我！使出最后的力量，先注重恢复体力，免费身上几乎都没有药草。路程真是遥远，啊 ，lucky， 真是太幸运！不要挡我的路啊，彤彤！太好了，顺利逃出来。现在去露营睡觉。进入存档。好，现在完成手续之后。就可以进这个麻烦的卡关对象。Yes， 只要速度充分足够，可以追得上出招速度。其实你只要玩过好几次，就会知道路线。三只蝙蝠，小开始啊，把你吹飞。哇，这么大阵容，这一次要解决他们。
小桃升级了，锵锵锵！这次要 go go go！啊，遇到这种怪物，赶快逃啊！跑不了。算我怕了你了，啊！你皮肤足，哎，看来他的招式，那一招只能使出一招。哎，找到新解决他，浪费我那么多时间，等我这傻。好，现在把化光放进去，进火压力突袭中变为稳定虚线，压力在中央受最高点压下，操纵感压力不出不稳定时不如停止。手残，要你到最高点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哇，失败！气死人了，竟然失败！那我现在要回到记录点。再录一次。比较麻烦是还要经过那些怪的关卡。好，耗时间。我真的卡关了。不跟你们打了。那现在想要赶快解决掉那个新问题。拜拜，小偷蝙蝠，跑得比你快。哼。
选择你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会不会是呢？开口没压下去？讨厌，好，没事都限制性东西。逃跑，逃走成功，太屌喽！对对对，就在那里，好像可能是那里没有开。关系吧。在这里恢复一下。爆！这是要攻击他。这一招，懒得跟你打，哈哈，咬我啊！锅炉真的，所以你按的时候要按慢一点。当压力在荧幕中央到最高点时，压力中间什么意思？这些是稳定的曲线，
又失败，就是不给我过目。纳尼亚，我快要哭是，我就不信破不了。他是说，一是要先等待静候图形的稳定曲线之后，再压下去。哦，这一次就用这一招，第一次了解他们。一只七小桃。在这龙战士上，我永远都记得有两个关卡，最难就是这里，还有另外一个像风车，忘记在哪里。总之就是超难，都要看攻略才知道怎么破。除非真的破不了，我就要去看攻略下，复习一下。好，放进去。太快按。
中央抽烟就按，就按了也失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一瞬间按到那个中央才按。他一定会显示成功才对。哇，难道我注定破不了吗？太棒了，终于成功了，记录记录，回去记录，免得到哇，好险，终于过了公主的愤怒攻击。耶，大家都很悲伤，开幕就了。哦，知道怎么破。当他那个曲线到了，因为中央的最高点，意思是说，他快要到中央的时候，你就要，这边有一个很像怪物，好险我没有去那边，所以我先回去记录一下那个没有头的怪物。他不是快到曲线中央再过去，只是刚刚好在那个点，然后就可以开启成功。哦，先解决他，绝对不能败在他手下。呀，酷！我要用尽任何方法，赶快记录下来。回去记得要存档，就可以避免发生麻烦错误了。终于到先制攻击了哦，这一次要狂冰死你。哦耶，好期待哦，赶快。太幸运了，感谢神听到声音了。记录成功，这次就要去灯塔前面决战大魔王。
这里的大魔。不用物理性攻击，先解决你们就可以。哇，等于是在补血，没有用的啦。啊，六人是小 case。我按错键，还是用摇杆比较习惯，因为用键盘超不习惯。好吧，来，哇！在那边使用连线招式，我现在只想跟那个魔王 PK， 想跟你们的小肉肉打了。跑不掉、哦。这两次几率可以跑跑成功，好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去欺负你，嘿，最烂的怪物，十个经验值而已，哦，奔跑。这没有头的家伙是谁啊？好像有东西。那是什么啊？好奇怪。哎，感觉怕怕。个人满血状态而行。他们在想。什么呢？现在好像生物，我好像不能动耶。奇怪，那是什么？一点也不像这里的老大。那可以过吧？哦，有东西倒下来。哎呦，大眼珠哎！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哎呦，越来越动，真的不太对劲哦。白眼怪啊，果然是白目怪。黄冰，全体防御。打回去。这小桃恢复一下公主的 HP。看来找我也是不寻常。也，哎呦，混乱的，混乱招式。这是道具。万能药。研究光束。哇。哦，痛。
他甚至是面临危险状态啊。哇，我几乎都没有 HP 要了。哇，不管了，狂变。终恢复。哦，好险，抵挡住。王子无效。哦，喉咙怪怪。先喝一下东西。加载，狂袭了！又是混乱小偷，那么喜欢混乱，哇！好险，没有攻击到我们自己的伙伴。嘿嘿，全体抢防！都来了，圆珠攻击，快对准小头！对不对？这次是龙哦，小桃这一招猛，怪应该不会使出相同的招式。听着。这次打倒他们。攻击。龙辛苦你了，红红红！先恢复龙。试试看我们最强风咒吧。太好了，公主 miss。好像比较怕那个火眼系招式，有人道具，哎，没有。
可恶，信奉要物，恢复宝。哇，又死了。要对公主保持希望，龙千万不要混蛋了。啊，哪里？哦哦，好险！龙不要乱攻击人。龙星星啊，我能要给你。又来了，这个招式过不关。哇，还好龙撑住。龙，你要撑住啊！紧张，紧张！这次要恢复成功。糟糕，这一招妙啊！哦，是啊，剩下三个恢复药。去记录了，不然这样下去心脏都会停止。知道公主的厉害吗？龙为了惩罚你，把你的 AP 耗掉。嘿嘿，谁叫你一直被混乱？棒，
而且受不了精神攻击。好，跑跑跑跑。啦啦啦啦啦，一片好安静。又要充电，你们充不饱吗？我们先充电完之后再我们再来他们雷手不生气，这个就是会逢冲为逃跑成功 ，lucky， 终于跑出去了。哇，是，我真的再继续的话，因为我的万能油被那个兴奋药已经全部用完了，除非你要再全买。谢谢大家收看剑心的时光，那我们到这里就结束。还在这里的关卡，因为要让这个灯塔的开关开，所以船只才会过来。然而我们就先到这里时光结束喽。谢谢大家收看剑心的时光，有什么意见？想要和剑心讨论的话，可以在剑心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YouTube 留言哦。我的 YouTube 上面有辟有很多的平台，看阁下们有喜欢的平台就去留言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